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呢，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结要》。昨天我们讲了前面十一条，今天我们看第十二条：不张人短，不炫己长。这两句的意思就是，不要张扬别人的短处，也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每个人都有缺点，人无完人。那么自己也不是圣人，不是完人，所以自己也有很多短处，怎么能够啊没有认真改过就去张扬人家的过错呢？每个人都不喜欢听到别人讲他的短处啊，那么己所不欲啊就勿施于人啊，自己不希望别人说我不好，那我们也不要去说人家不好。那么如果我们张扬别人的短处，这个短处不是真的啊，而自己呢道听途说来的，而随口去批评去毁谤，把人家的名声搞坏了，这就有很大的罪过。如果这个人是一位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人啊，甚至是一位弘法的法师，我们去啊讲他坏话，让别人退失了信心啊，不愿去护持他，不愿意啊跟他学了，这样罪报啊都是在地狱，因为这个罪是断人发身慧命，哪怕是人家的短处人家的过失是真的，我们也不能够去啊张扬啊，去讲两舌讲人的坏话啊，这是为众生啊负责任。在戒经上就有讲到啊，有这么一个公案，这是在久远的过去啊，有一个年少沙弥，这个沙弥笑他的师父啊，他的师父呢是一位老比丘。这个老比丘啊读经的时候啊声音呢比较难听啊，这个年少沙弥呢就笑话他，说他怎么声如狗吠，就是这样的一句啊轻率的言语啊，去笑话人毁谤人，他造的罪业有多重？
因为这个人他笑话的是一位阿罗汉，他已经证果了，但是年少沙弥不知道啊。结果这位老比丘啊怜悯这个年少沙弥啊，让他马上忏悔啊，希望能够不要堕地狱。那么年少沙弥很不错，立刻就忏悔啊，向这位老人家求忏悔。虽然免堕地狱，但是因为这个嘲笑阿罗汉的罪过，他堕了500世狗身啊，笑人家狗吠，他自己堕了500世狗身啊。最后到释迦牟尼佛出世啊，他跟舍利佛尊者出家，后来证得阿罗汉果啊，因为前世有修行，证果之后发现呢，原来自己前500世都是狗身啊。这就是当时张人短处啊得的果报，所以这因果很可怕。孔子曾经说过，扬人之恶思为小人啊，小人喜欢讲人家的恶，不喜欢看到人家善。那君子反之，君子不张人短，随喜人家的善。那如果自己有长处啊，要懂得收藏啊，真正有德君子都懂得韬光养晦，涵养自己的德性啊，绝对不会去张扬，去炫耀自己的长处。那这个炫耀啊，就是一种傲慢的心，不知道啊，一山还比一山高啊，高人很多啊，我们不知道，等知道了之后啊，羞愧得无地自容。那么我们修学也是有一点功夫了啊，有一些境界了，绝不可张扬，绝不可炫耀，一张扬一炫耀，那就会入魔道。你看自古以来多少佛菩萨再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一生都是啊显示出平平常常，没有一丝毫傲慢啊炫耀，总觉得我不如人，我是凡夫。这就是佛菩萨慈悲啊，把自己的圣迹隐藏起来啊，把这个就凡人的这方面的视线露出来给大家看啊，好像很多过失啊，好像啊德行学问都不如人啊，实际上人家是大菩萨，别人都看不起他。你看刘素云老师的姐姐，那肯定是个再来人啊，他一生受尽磨难，受尽人家的羞辱啊，都根本没有丝毫委屈啊不平啊，或者是啊拿出自己的本事给人家看看，绝对没有，本事是到最后显示出来的，往生那一招让大家这个惊叹，这个人就是菩萨再来。
上上品。所以真正佛菩萨一定不会跟人家显山露水，在佛门里面也有这样的规矩啊，佛是不允许再来人显自己的本迹啊，这是犯大戒的。显的不可以显，怎么可以炫耀呢？怎么还可以对人说呢？所以凡是对人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什么佛再来的，肯定是假的。这种话是大妄语，大妄语果报是阿鼻地狱。啊，大妄语还包括什么呢？现在呢，有很多这种现象，炫耀自己是通灵的，啊，炫耀自己呢，哎，可以跟佛菩萨沟通。实际上，他跟佛菩萨沟通吗？恐怕不一定啊，都不知跟哪一个鬼神沟通，很可能变成跟邪神沟通了。啊，邪神来欺骗他，因为他喜欢炫耀，这跟邪神邪鬼的心相应啊，所以邪神邪鬼就利用他的这个弱点啊，去干他的勾当啊，来欺骗人啊，来捉弄人啊。所以只要我们没有那种不就是啊想炫耀自己的那个心啊，这就是没有名利心，自然邪神邪鬼就会远离啊。这时候真正佛菩萨才会来啊。好，我们再看第十三条，恶恶扬善。这个意思是讲阻止恶行，赞扬善行。凡人都会呀，犯过错啊，不要看别人，就看自己，谁没有造过恶呢？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敢说自己一条没犯过吗？那么这个恶既然人间都有啊，那我们觉悟了就应该帮助人断恶修善啊，帮助人回归本性，本性是本善，只有习性是染污。而那些回不了头的人，是因为他的习性太深了啊，习惯养成，从小养成，很难改。可是啊，他的本性还是善啊，所以我们就应该用这种慈悲心啊，尽量的来帮助别人断恶修善。怎么帮助呢？看着他要做恶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醒他，要制止他，要直言相劝啊，甚至奋不顾身。只要自己是真诚，没有自己啊，你可以多少感动他，即使可能他最后没有采纳你的建议，你的劝诫，但是呢，给他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可能某一天他会反省，他会升起羞愧心，升起忏悔心。你这种心就是在积阴德啊，甚至你劝谏别人可能会招来人家的痛骂啊，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就像古人文史见啊，文臣死于啊劝谏君王，伴君如伴虎，说的话皇帝不高兴啊，他就把人杀了。可是他这样的劝谏，虽然最后换来一死，可是对这个皇上也一样是留下很深的善根啊。那么这种忠臣最后啊，他的福德一定会庇佑他的子孙，而自己一定能往生善道啊。那么看到别人有善行，我们应该赞扬。为什么要赞扬呢？就是因为要鼓励。在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里面，要知道造恶容易啊，行善难。往往人刚起一个善念的时候，哎，很多的因缘就拉他，把他的善念呢给打掉了啊，或者因为呀、啊、人家笑话啊，或者毁谤啊，甚至障碍，他感觉到困难重重，就不肯奋力行善。那如果你在旁边能够赞扬他，鼓励他，让他升起信心，让他正气凛然，不怕障碍，不怕人的嫉妒，不怕人家的笑话毁谤，把这个善意圆满了，那你这个功德就无量，你的功德不会亚于他自己行善的功德，你这个功德叫随喜功德啊，甚至超过他的功德啊，因为可能他完成了善行之后，大家会赞叹，赞叹也是消他的福，而你在旁边随喜护持，人家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功劳，所以你的功劳就变成阴德，阴德就是别人不知道的善行啊，阴德享的福才深远。上天都保佑有阴德的人，尤其是你所赞扬的善，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啊，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得到幸福快乐，那这个功德就是啊更大了啊。所以这个功德看呢、啊、最后结果影响有多大啊，收益的众生有多少，那最大的善行可以说莫过于弘法利生。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说，一切供养中法供养最啊，能够觉悟众生就需要用法，众生的苦难都是因为迷惑颠倒而导致的。如果我们能够使众生觉悟了，他就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啊，鼓励帮助护持讲经弘法的人才，这是这世间最大的功德。而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弘法者所面临的障碍挫折，很可能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像师父上人一生就给我们做出这样的示现，他50多年的弘法全是在人嫉妒障碍
机会当中走过来，多少风风雨雨，多少的磨难，甚至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生都是四处流浪，自己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直至到去年师父老人家接受了人家在这个香港啊供养的一个小房子，90年的老房子，很小啊，大概是40平方米，6合园啊，这一个小房子。然后呢，老人家很欢喜地说，我终于有一个落脚处了。他老人家一生不见道场，也不提倡人接到道场，所以哪里有缘讲经说法他就到哪里去，因此只能四处流浪。人家欢喜供养你扶持你，你就在那讲，人家不欢喜你了，脸色一沉下来了，你就该走路啊。所以从台湾到美国，到新加坡，到澳洲，最后回到香港，那中间还有去过一些地方啊，包括回到中国大陆，在庐江啊待过半年。所以师父老人家85岁的时候决定，香港这是我常住的地方。在我出家的时候，去年师父老人家前后应该有10次跟我讲同样的话，说我这一生弘法立生所遭遇到的磨难，一般人都想象不出来。他说你这一代啊，下一代啊，就是我们这一代要遭遇的苦难呢，比我要大10倍。老人家讲的时候，每次讲都是非常严肃啊，给我打个预防针，告诉我这条路不好走。为什么呢？因为师父老人家那一代，这是我们爷爷那辈子啊，师父比我大46岁啊，2代人。那辈的人还有比较深厚的伦理道德的根基，还算比较厚道的啊，这一般的人来讲，还不至于说对人太狠毒。可是2代人之后了啊，中间经历过战争，文化的摧毁，文化的革命啊，这个革命是贬义的，文化大革命啊等等，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谷底了，人心的堕落也是到了谷底了。那么在这个时代要弘法，当然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啊，可能是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苦难会现前。还好现在师父老人家在，还不至于太离谱啊，但是师父老人家常常叮嘱我，一定要小心嫉妒障碍啊。他说这一生啊，不知吃了多少亏了。他说我已经是很低调了啊，我是不见道场，也绝对没有一个念头说想要拿这个夺取人家的道场。到别人那个地方讲经都是只有供养，人家所有红包都给常住，
这个皈依的信徒全部都给这个道场主，什么都不要，那尚且都会那么大的嫉妒障碍啊！所以老人家非常爱护我。但是老人家虽然提醒我，可是他还是鼓励我，说你只要真正发心为佛法、为众生，一切都有佛菩萨在照顾。所以这个善行确确实实需要护持啊，法弱魔强的时代，当我们，我自己也是这个愿，当我们看到有年轻人啊，下一代如果有这样的发心，我们都要全力的去护持他，帮助他的信心增长，善愿增长，菩提心增长，让他能够增福增慧，立稳脚跟，给他创造学习提升的机会，这种功德那真是无量无边啊！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培养护持下一代的弘法人才啊！所以恶恶扬善，我们要从根本上去做。那么底下第十四句，推多取少，十五句受辱不怨，十六句受宠若惊，这三句连在一起讲，因为他们正是佛家里讲的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推多取少，就是多的让给别人，少的归到自己，好的给别人，差的给自己，断自己的贪爱，成就自己的人心。佛《一教经》里面说，多欲之人呢，多求利故，苦恼亦多。一个人欲望很多，什么都想贪，贪而无厌，为了求利呀，那苦恼一定很多。所以欲望不会带来幸福。唯有是你能够推多取少，放下贪爱，能够帮助别人，成就别人，布施别人，你才会得到快乐。助人为快乐之本。真正到了自己无欲的时候，你的烦恼全都没有，忧患烦恼都是欲而来，知足者常乐，助人者常乐。知足的人即使是很贫穷，他也感觉到生活在天堂一样。就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而多欲之人即使是在一个金山里头生活，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头生活，
吃的是山珍海味，啊，他感觉可能还是像地狱一样，因为他的苦是不会终止。那么一个人能够推多取少，自然心就很平了，啊，他没有贪求心，啊，一切都知足，心是很安的。修道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心安则道乐，啊，你心是安的，道才可以呀，啊，修得好。啊，所以修道人首先要把贪欲放下，这一生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这才能够学道。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做实现，他老人家什么都可以有，有权力，有地位，有富贵，啊，有金钱，啊，有美妻，啊，有好儿子，什么都有，可是他通通放下，为大家实现一个苦行僧的生活，知足常乐。那么我们做义工，要在这方面呢，给大家做好样子。可能你的家境很好，啊，但是来到这里，进入了这个义工的团队，这个护法的大家庭，我们就要用平等的心，啊，用推多取少，在享受方面让给别人，啊，自己多吃点苦没问题。啊，像静宇老师这次听说啊，很多人想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共修法会都报不上，啊，名额已满，床位已满，为了能够多来多增加多一个人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殊胜法会，他自己让出床位，啊，住在了这个办公室，啊，还有几个同修一起。啊，我看到他这样，我说那我就住帐篷吧。啊，结果我们这一发心的时候，哎，感觉到同修们啊对我们的呵护啊备至。像这两天前我们住那个帐篷啊，因为下雨啊，漏雨啊，地上湿了啊，因为我们就睡在那个地上啊，地上湿了之后啊，我们两边啊帐篷啊，有两个同修陪我啊一起住帐篷。那么结果呢，地上湿了之后啊，这同学们很着急，我说没问题啊，这湿不到我床那里。他说不行，被子都湿了。我说我们没有感觉啊。他说那一定是阿弥陀佛给你安排的啊，让你那个睡的刚好是干的那部分，但是我看了被子都湿了。然后呢他们几个人一起啊，七手八脚给我呢帐篷上又搭了个帐篷啊，就当了个小棚子，能挡挡雨啊，然后给我们换被子，啊，还铺了一层那个，在那个地上铺了一层那个塑胶板，啊，让我们就是这个厚一点，湿气没那么大，啊，我特别感恩，啊，你看推多取少，这么一点点发心，没想到，人家对您那个呵护，自己都想不到，啊，所以我们来护持正法，首先要护好自己的法，自己要做好样子给大家看。现在这个世界普世之人都在争争名争利，我们要做出一个让的榜样，
好的给别人，不好的留给自己。啊，没吃的，我们讨饭都行。释迦牟尼佛不都是讨饭吗？那我们跟他老人家出家讨饭也没什么，天经地义。啊，没睡的，我们在树下一宿都没问题。啊，他老人家也给我们做榜样，拿出这份心来弘护正法，那一定能感动佛菩萨。啊，其实你未必会吃那么多苦，啊，因为佛菩萨爱你，爱得如掌上明珠一样。尤其是现代，你说在隋唐时代，那祖师大德太多了，啊，所以那个爱平均分配啊少一些，啊，现在太少了，有一个人真正发心的啊。所有的佛菩萨全部爱就集中在他身上啊，你这一生还担什么忧啊？修道的人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的衣食享受去担忧，你看连儒家君子都能做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啊，要拿出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啊，这样来办道，比较容易入门。啊，把贪放下。第二个，受辱不怨，这是把嗔恨心放下。怨恨是嗔恨，是嗔心。嗔恨是地狱的业因，啊，贪爱是恶鬼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把贪嗔痴断掉，怎么断呢？就用这三句：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就能断贪嗔痴。我们现在修道，根本没什么说吃苦了啊！你就是看看前几代的人，虚云老和尚离我们很近，你看人家吃的苦。啊，那真是会经受饥寒交迫之苦啊！我们现在没有饥寒交迫过啊，吃的用的都很丰富。那我们现在可能唯一受的苦是什么呢？人家羞辱你啊，人家毁谤你啊，那这个实际上你不放在心上，他就不是苦啊，骂也不疼啊，这个他爱怎么说就让他说嘛，嘴长在他身他的口上啊，他有他讲话的自由啊，可是听不听也有我的自由，他讲什么我不听，我不放在心上啊，那哪来的侮辱呢？心上就没有侮辱，就更不会有怨恨了，所以你就能心平气和。大凡在世间或者出世间有大成就的人，哪个不受屈辱？哪个不受毁谤？连释迦牟尼佛当年都受毁谤受屈辱啊！你看这个提婆达多就毁谤了啊，甚至要害死佛呀啊，那六群比丘分裂僧团的啊，这个毁谤嫉妒障碍自古有之啊，那你不要放在心上，这些都是你成道的增上缘啊，他帮你消业障，消你宿世地狱的业。金刚经上讲，一个人如果真修行啊，真能受持演为人演说啊，这个把金刚经把佛法啊，这个受持演说，还要受人羞辱毁谤，
这个人先是有地狱的业，本来该堕地狱的，结果呢，因为受了这个羞辱毁谤，罪就消了，可以不用堕地狱。你想想，这些人是不是对我有恩？啊，他们把我地狱的业啊背过去了，他替我下地狱，我不用下地狱了。你看是不是感恩都来不及啊？哪里还能够怨恨他们呢？你看师父老人家一生受多少的毁谤，到现在还没有休止。这现代人的人心你看有多狠，86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啊，还在批评毁谤。不就是因为师父老人家讲慧基本吗？不是就是师父老人家说不要建道场吗？出家人不要那么多供养吗？啊，就说了这些话呀，被人的毁谤多，这当然嘛，触及到利益冲突。光是嫉妒你嘛，那还好一些，你触犯他的利益了，他就跟你拼了。所以这个我们想也很正常。师父老人家心平气和，他给自己写了一段话，说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你自立；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你看多好，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仁者无敌，什么是仁者？他心里没有敌人，他只爱人，他们不会有对立，不会有怨恨，不跟任何人冲突，只有爱人，这就是仁者。他没有敌人啊，他只有要去帮助的人啊。所以师父老人家提醒我，这些对我这一生都有帮助啊，因为嫉妒、障碍、毁谤、羞辱肯定是免不了啊。出家才一年多，已经有一点小考验了，大考验在后头。那我们如果说遭遇到人家的机会啊，心里就难过啊，就不平，那这经就白听了啊。这么点小考试都不过关，你怎么能够成就大业？怎么能够担负如来的家业啊？所以应该感恩他们，这些都是老师啊。越是来批评，越是来毁谤，越是成就我道业。下面这是受宠若惊，得到了宠爱，得到了人家的善待啊，人家恭敬你、感恩你、赞叹你、供养你，这个时候要感到戒慎恐惧，这叫受宠若惊啊，愧不敢当啊，自己德行学问不够啊，德不配位，不应该
被人推到这么高的位置，有这份心就能平平安安。为什么呢？因为自古以来谦受益满遭损。你看当月亮到满月的时候，第二天就开始亏月了，水盈满的时候它就要往下流了，就要流走了。自然现象都是这样来提醒我们。所以当我们被人捧上高位的时候，切不可傲慢，切不可洋洋自得，更应诚惶诚恐，戒慎恐惧啊，知道自己跟古人比起来差太远了，自己还是个凡人，自己的德不配受到别人的这样的赞叹，自己的功劳也没有啊别人想象的这么伟大。而别人这样的赞叹恭敬供养的时候，要知道消我的福报。而往往如果别人的赞誉过分了，就福报就想过头了。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到，名亦福也，人出名也是享福了。世间凡有呢，富盛名，享盛名而实不富者，没有名副其实，多有其祸啊。这个出门遇上车祸了啊，一命呜呼了，什么原因？很可能是享誉过分了，天都觉得不公平了，天地鬼神都不忿气了，他就要收人了。啊，所以定弘现在啊也是啊虚名在外啊，现在过马路都得小心。为什么呢？名不符实啊，我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啊，这是凡人，而且是业障深重的凡人啊，罪障习气很多啊，而现在被人捧得高高的，真的是很麻烦啊，所以大家爱护我，不要来赞叹我啊。哎，不要啊，给我这些虚名。啊，但是呢，弘法立生的事业，我们还是要做，不能因为啊，我故意要避免啊这种奇祸，啊，我就啊不肯出来弘法立生，这也不对。啊，师父老人家也批评过我这个想法。啊，我说现在没有成就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自己成就？啊，闭关，啊，躲起来，好好的修成就了，再出来弘法立生。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几年前说的，跟师父老人家讲自己的想法，师父老人家狠狠的呵斥我，说你这个想法。啊，小乘自私，说如果等你成就了再出来度众生，恐怕你还没成就，这个世界就毁灭了。这是呢，啊，给我当头棒喝，啊，确实不可以，啊，忍心。这个圣教衰亡而不出来啊，因为学习弘法是有个过程，可能要十年，可能要二十年啊，等你真正说成就了再出来学，
当然可能会学得很快，但是估计未必来得及。所以怎么做呢？师父说，你要出来讲经，讲就是学，讲就是度自己啊。所以我们讲这些经典，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啊。别人是做我们的增上缘，影响重啊，就是等于陪我读书的啊，来帮助我学习的，鼓励我的，台下都是老师，坐在这台上讲的是学生啊。学生呢，把自己所学的心得体会啊，跟大家这些老师们报告，请老师们指正啊。师父老人家说，我一生都是用这个心态啊，所以我也要学师父老人家啊。所以有同修还问过我啊，说他对我称师父啊，我知道之后我也不敢为人师啊。他说，师父，我能不能做你的学生啊？我马上说，我没有学生，我自己就是学生，真的是这样。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你想自己是想做，真是做别人老师了，这就最大的麻烦。受宠还要若惊啊，岂可好为人师？断自己的愚痴，就认识自己呀。好，我们再看第十七条：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意思是讲，不施恩惠给别人，绝不求回报。赠送给别人的东西，也不要去后悔啊，甚至要跟他拿回来啊，这就错了。这都是断我们的贪利啊。如果施恩还忘报啊，别人忘了你的恩德了，你还去提醒别人啊？你看某年某月啊，我对你施加什么恩德啊，给你什么东西啊，还提醒别人，意思就是让人报答，这个贪心就没有忘掉。那么本来你对人有恩德，经你这么一说，恩德就没了，人家就没有觉得你对他有恩了啊。所以这是什么呢？施恩忘报的反而啊一无所得，施恩不忘报，人家还有可能会感念你的恩。因为什么呢？你是用真心来施恩，真心施恩绝不会忘报啊，既不忘别人回报，也不忘将来得善报，这个心是真的。讲到究竟处，就是佛法讲的三轮体空啊。布施的时候没有我在布施这个念头，没有说布施给谁的念头，也没有布施的中间物，三轮体空，这是清净啊。清净心是真心啊。所以我们比如说做义工啊，今年我们参加护士惜灾，这今年的灾难呢，化解了很多啊，我的功劳啊。你这个鞠躬法不得了啊，太胆大妄为了，这哪里是人力可以做得到的？
这是佛菩萨的加持，龙天护法善神呐、啊、来庇佑我，岂能够贪佛菩萨龙天护法善神之功为己功？还希望果报啊？哪有可能啊？这一念就太贪了，贪这个功德不可以，不可以啊！所以即使是真有这个功劳，我们都应该谦虚啊，这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这是三宝加持啊。我是刚好碰到这样的圣缘啊，我很幸运有这样的机会来修点福报，这个态度就好啊。我现在就是这个态度啊，千万不能说这个事儿没了我不能成就了啊，这个话那太傲慢了，这傲慢呢就会遭神怒啊。啊，天地鬼神还不是佛菩萨呀，他也有七情五欲，他有情绪的呀。啊，你说你的功德，那天地鬼神他就会气愤的，这明明是我的功劳啊，我来加持的，你怎么能贪呢？贪功，啊，他愤怒了，他就惩罚你了。以人不追悔，给别人的绝对不后悔。为什么呢？即使是给人给错了，也心平气和。啊，本来不该给的，现在给了，这是什么？还他的债了。啊，绝对没有后悔。那给人给对了，更不能后悔呀。后悔就是吝呐，啊，吝是贪的一分，啊，所以要放下自己的贪吝心，给人永远是欢喜，啊，哪怕是我们给人的东西，给人钱财，他拿去造罪业，我们也不后悔，啊，那只是什么呢？以后要需要改进。啊，我们要有智慧。啊，如果他拿去造罪业，我们就不要给他。啊，但是吃一堑长一智。啊，而且呢，给了他了，给他结了善缘，欢喜缘。啊，将来我有机会能度他，还是高高兴兴。就像以前我们师父讲的。道安老法师的故事，啊，道安老法师就有这样的心量，啊，有一次师父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去看望他，啊，这个从那里头出来一个人，师父认识他，啊，知道这个人是来骗钱的，进去之后问道安老法师，刚才那个人出去了，啊，道安法师说，对，那个人又来问为骗钱了。那师父问他，那你给了没有？我给了，明知他来骗钱我都给他。你看这个心量有多大，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大智若愚啊。啊，骗他钱的人还以为自己得逞了，可老和尚心里明明白白，为什么给他呢？还债。老和尚心里知道该还的就还，那他拿了这份钱以后，如果知道老和尚知道他来骗的还给他，他心里就会很感动，很愧疚，惭愧心生，就能救他了，给他种一个原因，希望将来因此而让他得度，这是老和尚看得远，看得深，啊，不看小利。
好，我们再看第十八条。第十八条呢，是节劝，就是对前文做个总结。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所谓善人，就是讲前面所说的这些事，做了这些善的人啊，其实人本善，前面所说的这些善德都是自性本有，本来具足，只是后天因为受了污染，他才变了恶啊，所以本来就没有恶人啊。这个所谓的善人不是讲别人，我们本性就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啊，只是你肯不肯做，肯做的人你就有这里说的果报，善有善报。第一，人皆敬之啊，你行善人家都会感动，都会敬服，都是尊敬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心都是本善的，即使一个造恶的人，他见到有人行善他也会感动，这就是人性本善啊。哪怕是个杀人犯啊，当看到人孝养父母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感动，都会有惭愧，所以对这个孝子也会尊敬。二十四孝里蔡顺就是这个例子啊。蔡顺上山采那个桑葚果，拿了两个篮子啊，一篮红的，一篮黑的，黑的比较成熟。那强盗见了他，本来要把他杀了吃他的肉啊，结果看着就问他，你为什么拿两个篮子分开来装桑葚？蔡顺说，黑的这个比较成熟，比较甜，是供养母亲的，这个红的这个生一点酸，我自己吃。很朴实的话，很平凡的一个举动，竟然让这群强盗都感动。后来不仅没有杀蔡顺，反而还要送东西给他。人皆敬之啊，因为你能启发人的天良啊。天道佑之，天道是没有偏私的，公正。所以当人行善的时候，常有善报相随，这就是天道，不用你去招请，它自然就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所谓上天的保佑，也就是因果去落实而已。所以你能诚心为善，自然感动上天，天就降福啊，不需要去呀求神，你也能得到天的保佑。第三是福禄随之，这是你现生福禄，你的福报啊，禄是贵呀，就你的富贵会跟着你，都是你的善得来的感应。第四，众邪远之，邪恶的东西就不会呀靠近你了，它会远离你啊。那些邪恶、邪鬼、邪神、妖魔鬼怪，只喜欢那些邪恶的人，跟他同类的人，不喜欢行善积德的人，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当我们能够守住正直，心地光明磊落，坦荡无私，这股正气起来了，那些邪魔妖怪自然不敢靠近你，不敢扰乱你。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不少附体的现象，尤其是现代，这最近这十年吧，附体现象比过去多得多，常常听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些现象发生？因为人间正气少，邪气就起来了，妖魔鬼怪、冤亲债主都能乘虚而入。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形遇到妖魔鬼怪来了，遇到冤亲债主来找麻烦了，首先自己当生惭愧，我修得不够好，正气不够足所以被他们欺负。这时候怎么办呢？养自己的正气。怎么养正气呀？治心，心里的恶念邪念要把它们排除掉，扫除得一干二净，让心地重现光明，那些妖魔鬼怪就无所遁形了。而自己如果心中还很暧昧，很多邪思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很多妖邪的念头出来了，你不用招那些妖魔鬼怪，那个心已经成了妖魔鬼怪聚集的地方。这个道理不难懂。下面第五就是神灵位置，神与人那都是同样敬神敬善因为不仅人之初性本善，一切众生的本性都是本善所以神明也会保护那些善良的人，有道德的人因此一个有德行能持戒这样的人一定得到鬼神的钦佩当然就能维护他，我们说做他的护法神护戒神一个人他有正气，护法神就多；一个人能持戒，护戒神就来。像五戒，你能持一条就有五个护戒神跟着你；持五戒呢，就有25位护戒神跟着你。所以你到哪个地方都无所畏惧尤其是在公共的场合，大庭广众之中，你宣说妙法，而心里不会有担忧不会有害怕不会有惭愧就是羞惭，就是因为你能持戒能修善，心地光明正直所以你对众说法也无所谓，你能够行善也不怕人嘲笑那怕人嘲笑往往都是自己心虚不能坚持那这个善就不稳，怎么能得到鬼神的钦佩呢？
连人都不会钦佩你啊，鬼神就不会钦佩你啊。底下第六是所作必成，这就是心想事成，你所想的就能实现。啊，无论大事小事，都有神助，都有佛菩萨加持。啊，所以你能够无往而不利。你看，行善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不去努力修行？啊，我们看到师父上人一生行的是大善，他的大善弘法利生，劝人觉悟，度化了无数的人。啊，所以你看看他的果报，是不是符合这里讲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对他多么敬爱，简直是跟佛一样的对他恭敬。天道佑之，上天肯定保佑他，所以他是心想事成。啊，这个有一年到泰国，这是10年前了，啊，到泰国去参加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啊，那边的这个总理，啊，就是前总理查瓦利将军，啊，要为这个出家人修一个医院，啊，专门是做僧贤医院，好事情，啊，正在募集款项，要让这个前总理的夫人呢上台表演，啊，来募捐，啊，师父老人家跟他讲，啊，你还欠多少钱？啊，这个夫人让别人查查账，跟师父老人家说，啊，还欠200万美金。啊，结果师父老人家说，这样吧，200万美金我来出吧。旁边的悟行法师跟着吓了一跳，马上拉拉师父的衣角，师父师父，小声跟师父说，师父啊，这是美金呐，不是泰铢啊。结果师父老人家也没搭理，反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了。啊，出来之后就问查查我们的账还有没有钱，这悟性法师在旁边呢，说：“哎呀，怎么没查有没有钱就答应别人了？”师父，你看众善奉行啊，一想到要做的时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做了。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跟几个人同修一说，3天之内，护法居士就把200万美金汇到了指定的账号上。所以啊，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啊，这个都是自己自修自得。我们羡慕吗？啊，我就很羡慕。光羡慕不行啊，得真干，得像他老人家那样。啊，努力去修善，去积德，去弘法利生，啊，去护持正法，啊，没有自己，一心就是为佛法为众生，你也一样能得到。好，我们这一段呢就讲到这里了。那么下面一段呢，就是讲恶因恶报。这恶因恶报讲的很多。啊，善这方面讲的少，原因是什么？
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些众生的恶多善少，所以太上慈悲，讲恶讲的很多，为了是防止我们犯这些过错，如果犯了也要帮助我们立刻觉悟，立刻回头改过自新，以期能够啊回转天心啊，能够呢增长我们的福报。那么第一条十九条啊，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这是讲如果有人苟啊，就是如果，或是有人，如果有人违反道义啊，而做出了行动，这个行动不一定是身体的造作，可能是你的念头动，恶念起来了，这都属于非意而动。背理就是违背天理而行事，天理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良心，人都有良心，所以人本来都知道天理，而之所以现在会昧着天理干事，背理而行，就是忍心昧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其实做不好的事和自己何尝不知道，也知道这是不好，但是为什么还去干？就是因为天理没有战胜人欲，所以真正修行就如大学里所讲，格物致知，格是格斗，跟自己的物欲格斗，让天理战胜人欲，你就能致良知了啊。人欲就像河水一样啊，而规矩戒律圣贤的教诲就如堤坝一样，这个堤坝可以防止河水的泛滥，你要给它加固加高啊，能够啊保持河水，哎，不要泛滥出来，那就是需要认真的学习圣贤教诲，严格的遵守这些规矩啊，去持戒，你才不至于违反道义和天理。有时候我们可能未必做出很多坏事情，但是如果内心邪恶，非意而动，背离而行啊，都是讲内心起心动念不善，积攒多了，那个报应一样是现前。昨天我们讲到于禁义工的故事，这正是一个例子。于禁义工还没有遇到赵神之前，他也没有干什么坏事，反而还干了不少好事啊，一般人认为是好事，可是天神不认为是好事。为什么呢？他看的是心啊。于禁义他就是内心里有这些邪恶的念头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种人是很正常的人啊，不就是看了女孩子心里动了心吗？
啊，不就是想吃点肉吗？啊，不就是有时候啊，谈笑起来那个会讥讽别人而已吗？啊，这造了这么点儿淫杀口过的这念头上的这些恶业而已，还没有真正实际犯什么大罪，为什么会遭到天谴？会遭到神怒？啊，就是因为天地鬼神能观察人的心，观察人的念头，所以凡一举心动念跟道义相违，跟天理相悖，你就在感召那些恶报。天地鬼神已经把我们的恶念记录在案。啊，所以岂能够不生敬畏？在暗室屋漏当中，也要诚惶诚恐，戒慎恐惧，不敢得罪天地鬼神，不敢放肆，不敢造次。这个人才是君子，所谓是慎独。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正是发这个看自己是真善还是伪善，就看自己在是独处的时候怎么样。好，我们再看第20条：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造恶他还觉得很有能耐。啊，对于生灵忍心去残害，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呢没有学佛，啊，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诲，啊，这是早年10多年前。啊，那时候我刚刚学佛，啊，他还呀，有时候笑话我，啊，跟我讲，哎，这个很多造恶的事情，他觉得很痛快，那么他自己呢，抛家弃子，在外面啊，做很多不好的事情，而且脑子里很多的邪恶。啊，常常赌博、吃喝嫖赌，结果呢，人到中年就得了癌症，死得很惨。所以啊，当我们以造恶为能事、为畅快的时候，没想到就是最遭天谴。天地鬼神就会震怒。有良心者，造了恶都觉得很愧疚啊，受良心的谴责。即使他不敢向人发怒忏悔，他也觉得是不好意思，啊，总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这种人能得救。如果以恶还为能的，啊，甚至干了坏事还堂而皇之，以一个恶人自居，了不起，一点避讳都没有，这种人就没救。那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现代社会，多少人以恶为能？比如说，这个。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个话，多少人以此为荣？啊，说我就是这样干的。哦，以恶为能啊，杀盗淫妄，干的这个事情，他一点不觉得愧疚。
反而觉得很痛快。那你想想，这些人将来去哪里？那只有一条路啊，就是地狱啊。啊，那么对于生灵，我们都应该有一种恻隐之心、怜悯之心，尤其是看到弱小的生命，啊，都要有不忍之心，岂能够忍做残害呢？当我们残害生灵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良心给残害掉了。例如，我是听说，没见过，啊，说有人爱吃猴脑的，把猴子抓起来，放到一个笼子里，把头露出来，拿锯把它天灵盖锯开，活生生的，就在这里头倒上油盐酱醋开始吃，那猴子在那惨叫，而他居然觉得很痛快。啊，我还听说，但是没见过。啊，有同修呢，还吃过，吃什么呢？那个鱼活生生的，在那个滚烫的油里呀、啊、炸。啊，因为它那油很热，所以很快的肉就熟了。而肉熟的时候，端上桌子上来的时候，鱼的嘴和尾巴都在动。这真是啊，天良的丧尽了。这等人将来到地狱里，你是受什么苦呢？那一定也是下油锅啊，而且下了油锅还让你死不成啊。那些恶族，这个地狱里的狱卒啊，他肯定也是把你的头、把你的脚啊拎起来，然后把你身子往下去烫油锅，一样的吗？如是因，如是果嘛，你就可想而知现在地狱里是什么样子。再下来第二十一条，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这是讲阴谋贼害善良的人，暗中欺骗、侮辱君王和父母。这都是啊，极恶的心态。阴贼良善，就是暗中下毒手。这个阴字啊，很可怕。如果你明着来，还让人有所防备；阴着来，人家根本不知道，暗箭伤人。啊，甚至人家可能啊被杀害了，还不知道这里头的阴谋。可是可以瞒得过人，瞒不过天，瞒不过鬼神，逃不了恶报。唐朝有一个宰相叫李林甫，很有名的口蜜腹剑，口里是甜的像蜜一样，讲的话啊是让人醉倒了啊，特别容易，特别喜欢奉承啊，皇上都信赖他，但是心里头非常恶毒，害人啊一点儿这个忌，这个就是避忌都没有，他没有恐惧，没有敬畏，就想以权谋私，巩固自己的地位，逼害忠良啊，所以被他逼害的忠良很多啊，凡是跟他对立的他就打击啊，加无须有的、莫须有的罪名，以权谋私，啊，接打，打击报复，结果
当他快要败亡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鬼类，长得呢牙齿像锯子一样，手爪像铁钩，非常锋利，全身都是毛，眼睛像闪电一样，用手啊去击打他。过了没多久，李林甫呢七窍流血而死。那他死了之后，皇上呢知道了他的恶行，于是下令除去他的所有爵位，而且呢命人打开棺木，把他的尸首拿出来去斩去这个斩成一段段，而且把他的子孙都流放到很远的地区。那么到了宋朝，在汉州有一个女子被雷击死了，身上呢竟发现了有红色的笔在她身上写着：李林甫为臣不忠，因贼良善，三世为娼，七世为牛，暴气就是暴完之后永堕随族。这就是天给大家的警醒，这个女子就是李林甫的转身这三世为娼妓，七世为牛大概是从地狱里出来了最后永堕水类水族类。所以这是阴贼良善的下场。暗侮君卿呢，侮就是欺骗，就是侮辱对我们的领导就是君，对我们的父母我们应该感恩戴德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去侍奉，去尽孝，去尽忠，怎么能够表面一套背地一套？大概现在人对父母很少表面一套背里一套，即使是不孝也是明着来的说不理你就不理你，说骂你就骂你，他就不会暗侮君卿了，明着侮了在古人还不敢这么造次，现代人呢就以恶为能了。那么但是对领导呢一般人就不敢了，所以都是暗侮包括什么呢？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不能对领导安排的工作认真负责的做好，导致有很大的损失或者事情的这个败坏，或者是贪图利益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这都属于暗侮领导或者是结党营私，搞小团体，搞分裂，对于异己打击报复，或者是什么呢？对领导阿谀奉承，欺上瞒下一手遮天，作威作福。这些存心可能他的领导未必知道，但是以后肯定会知道。可是他在暗中欺瞒领导的时候，已经在天地鬼神的善恶路上记下了他的罪行。
只是现在他还有福报啊，暂时呢等他福报享完了再算账。可是他的名册早就在阎罗王殿上挂了名。这种人以为能欺上，实际上是自欺欺人，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招来的只有是祸殃。这些话讲起来都是不好听的话，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太上老君慈悲，把我们的这些过错恶行一条条都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自我对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再看第22条，慢其先生判其所事。这是讲轻慢教导我们的师长，先生就是师长，背叛自己所服侍的领导，这种是忤逆之心，大不孝，大不敬，这都是最招神怒天谴。先生就是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啊，传授我们道理啊，教导我们学问啊，或者记忆，然后解除我们的疑惑。古人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这个情义恩义多重，知恩报恩。所以呀，古人即使是以后考取了状元，当上了大官，对于过去启蒙的老师都念念不忘，当老师生活很贫寒，都拿出丰厚的供养孝敬老师，如同孝敬自己父母一样。老师的儿女如果是困难的，他都来周济，这是报答师恩，这就是福报。福啊，福有根基呀。假如我们对老师都有一种轻慢的心啊，根本没把老师放在眼里，出言不逊啊，动作行动啊，就是把老师当作自己同辈，甚至是晚辈，用很轻慢这样的心来跟老师啊来交往，那他所有的福德都丧失殆尽。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福德皆从诚敬心得来，这个诚敬心一失掉，福德也就没有。那么这个人注定在这世间不会有什么成就，因为他已经没有了根本。就像大树有深厚的根，它才能长得繁茂啊，如果没有根的树木，几天可能就枯死了。所以师父老人家常常强调，孝亲尊师是学佛的大根大本，印光大师也是这么提倡，这是古圣先贤
一致的教诲。啊，你看大凡有大成就，哪个不是尊师重道？而尊师重道就是啊，从点滴细节处去体现。啊，你看这个城门立雪的故事，学生向老师求教，老师正在午休，外面下了大雪，学生都不敢打扰老师，站在雪中等待老师午休醒过来，啊，不敢，就是自己这么站在外面，老师你醒醒吧，他没这个念头，所以他的学问才能够成就。成就是因为他尊师。啊，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平常人，但是因为这个学生有这样的大成就，所以他往往学问道德超过他的老师。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老师也非常欢喜，这是教育的成功。如果说下一代不如我这一代，教育的失败啊。那么但是能不能够教成功，老师占的比例是少分，学生自己的比例是多分。所谓老师带进门，修行靠个人，靠你自己。靠你自己什么呢？靠你的诚敬心。如果你能把老师当作佛一样看待，那你所得的是佛给你的教诲。啊，所以我在讲习当中，有时候偶尔透露，我认为净空老和尚就是佛，就是阿弥陀佛。大概你们鼓掌的同修都是赞同我的。啊，但是有些人就不赞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净空老和尚自己都说他是凡夫啊。你怎么能说他是阿弥陀佛呀？我说对，你认为他是凡夫，你得到的是凡夫给你的教诲；我认为他是阿弥陀佛，我得到的是阿弥陀佛给我的教诲。所以呀，对老师要有十足的恭敬，其实你有十足的利益。印祖所谓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那你没有诚敬还慢其先生，那你有什么利益？什么都没学到。叛其所事，就是背叛自己的长官，背叛自己的领导啊，这种人叫奸臣逆臣啊。你看历史上奸臣逆臣都没有好下场，有的背叛是明着来，有的背叛是暗着来的，暗的比明的更可怕，因为没有防备啊，没有预料，所以呀，因此而遭到的损害就越大。而这种人，这种大奸大恶之人，他的果报就更为惨烈。我们再看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只能是说个大概啊，这个不能详细举例说明啊。如果将来以后有机会把《感应篇》汇编里头的故事一一都说了，甚至结合现代社会啊，我们所见所闻来讲因果，那就会很精彩。以后有机会啊，我们来会认真学习。那我们现在只能讲大概啊。第二十三条呢，是狂诸无实，谤诸同学。狂是欺狂，
欺骗愚昧无知的人叫狂猪无耻，毁谤在一起学习的人叫谤猪同学，没有见识愚昧无知的人他是可怜人啊，我们应该呢要去帮助他，让他觉悟，所以应该呀用善法去启发他，令他能够破迷开悟啊，这才是善良的存心。怎么还能够反过来呀因为他的无知愚昧而去啊欺骗他、侮辱他、糟蹋他。在楞严经上讲，如果迷乱没有知识的人使众生产生疑惑而误导他，将来死堕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果报很可怕，因为这种心本来就是歹毒啊，所以我们义工啊，我们的同修道友要长存互相帮助的心，尤其是在菩提道上互相扶持，大家都是一家人啊。看到别人愚痴的时候啊，犯错误的时候啊，或者是啊他的悟性很差啊，听经教诲听不懂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带着轻慢甚至欺侮的心来对待他，应该呀、去帮助他，像对自己的至亲眷属一样来帮助他。所以修功德还是造罪业，就是在你那一念。那么同学之间我们要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古人讲啊，同窗之谊啊，情同手足，手足就是兄弟啊，用手和足来比喻啊，就是一体的呀啊。所以你看我们每天念六合敬祈祷文，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不是一家呀，而是一体呀，整个世界的确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我们用这种一体的心看待所有的人，那肯定就会有慈爱，对那个陌生的人都尚且要用慈爱的心对待他，那对待同窗道友怎么可以呀、去欺负他甚至毁谤他啊。那么如果毁谤同学毁谤同门之人，这个心里那个暴力之气就很强，这种嫉妒怨恨这毒性就很大，把自己整个心都搞坏了啊，这个果报自然不用再说啊，不用等他将来堕三恶道，就是现前你留意观察他，他都会出现种种的恶报现前。下面第24条，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这是说用虚假诬陷诈骗欺伪这样的手段
来攻击他人，尤其是攻击自己的宗亲啊，亲人都不放过。那你想想，这是不是伤天害理？一点情义、道义、恩义都没有，用的全是狠毒的心啊。那么这种心是完全违背了天道，完全违背了自信啊，与自信整个相反，所以那个地狱就肯定啊，他逃不了。因为自信，你胜乎自信，那就是极乐世界；逆着自信，最逆着自信的，那就是阿鼻地狱。所以，凡是用假的心，这种心，肯定都会造罪业。啊，更何况，啊，去诈骗。啊，去欺伪，啊，甚至用种种手段攻击他人。好，我们再看25，刚强不仁，狠戾自用。这是讲刚烈、强横，没有人道，啊，凶狠。乖张，暴力，这个力啊，就是这个狠戾的力，啊，暴力之气，自以为是，心很刚强，不肯接受任何的善法，不肯接受别人啊这个忠诚的意见。完全是刚愎自用，固执己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人家都是错的，自己最行，人家都不行。当人家劝谏自己的时候，自己还表现出很凶狠，啊，很暴力，这是恶劣到极处。这种人是什么善言都听不进去了。当善法进不来的时候，那内心已经充满了恶法啊，所以整个就已经是变成了带穿着衣冠的禽兽了啊，穿着衣冠的恶道众生，而自己还麻木不仁。啊，这个不仁呢，就是医学上有讲到，当我们的肢体、手脚麻木的时候，不能动作了，这叫不仁。啊，所以麻木不仁，这是什么呢？完全他因为极强的个性，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批评。而自己的心肠已经变得像铁石一样，无法救治。当任何善言都不能让他回头的时候，那只有灾难才能让他回头，只有地狱的油锅刀山让他忏悔。在下面第26，是非不当，向背乖矣。每次讲感应篇的时候，都感觉到啊，这气氛特别的严肃啊，因为什么呢？太上老君在训斥我们，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可能每一条都或多或少有犯过，或者甚至正在犯。所以呀，我们虽然呢没有细讲，但是这样粗粗的带过，只讲的方法，也是让我们能够啊肃然，啊起敬畏之心。所以学感应篇是太好了，天天都能读一遍，就是接受太上老君的教诲。啊，久而久之，我们的心地就开始柔和了，调柔，不会刚强不仁，狠戾自用。啊，而就会慢慢的虚心接受善法，啊，成为一个法器。这里讲是非不当，就是对于是非善恶判断不妥当，判断错误，甚至因此下了错误的决定，做了错事。那么这都是因为自己愚痴，没有能够学习圣贤教诲，所以是非标准可能自己都不是很懂，往往认是为非，认非为是。这个呢是什么？从小没认真学过，我们讲价值观完全扭曲了。比如说现在认为有钱就好，这叫是非不当。缺德没关系，不能缺钱。这就是是非不当。那我们看看这现在社会众生，有几个说不要钱我要德，我不要色我要德。所以孔老夫子当年就感叹，见不到重德如重色者也，见不到这种人吧。一遇到诱惑，那都会堕落，财色名利都过不了关。也别想别人，我们想自己，我自己能不能过关？财现钱了，现在手上给你拿了100万现金，是有同修供养，供养护士西在委员会印法宝的那个人供养了之后，名都不留就走了，这是现金，没有人知道，你把它密下了放在自己口袋里，也没有人说，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会不会动心？这都是考验的。真的没人知道吗？汉朝杨震遇到有人贿赂他的时候，他拒绝，人家说没关系，没人知道，他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不知？所以他后来成为了忠臣，廉洁奉公，而的子孙都是非常的好。试想那个时候他把这贿赂留下来了，好像没人知，可是天知地知，自己的良心也知，最后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你贪得的钱财能给你贪去，也是你命中本来有这个钱财，你用这种贪的手法，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法贪了，就把命中的福报给削减了，你一无所得。所以这就是愚痴的人才会做出是非不当之事。
向背乖移呢？向就是应当趋向，背就是应当背离的，乖移就是没有应该的没有做，不应该的做了，这叫乖移。那什么是我们应该趋向呢？善法，行善积德，这个持斋放生，吃素念佛，弘法利生等等，这些应该做，顿伦尽分，深信因果，这些都应该去做的，我们没去做，反而呢做了相反的事情。总由自己没有学圣贤教诲，没有学过因果，所以对这些因果道理不知道，也不肯去虚心去受教，所以最后只能是果报来教训他，所以孔老夫子讲，上根的人生而知之，这是圣人，这是佛再来，菩萨再来，没人教他，生来就知道，中根的人学而知之，不是生来就知道的，我们通过学习圣贤的教诲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也不错。而下根之人呢，困而知之，碰钉子了，遭到果报了，这才觉悟，这才回头，这也还可以不错了，他知的就一样。最怕那些困而都不知，遭受的果报还死不回头，死要面子，不肯忏悔，不肯改过，那怎么办呢？这就是古人讲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吧，那就受罪去了。现在时间到了，对不起，时间都有点过了，我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